自从荃湾洋屋道街市猪肉档威威刘宋威爆红之后，全港街市的隐世靓仔都变得好忙啊！最近有女网民就发掘到洋屋道吴彦祖啦，由相入面可以见到佢身材望落尚算高大，其轮臂相当粗壮，配上鱼档常见的围裙制服，可以算是养眼。不少网民都大赞佢白白净、粗粗手臂，靓仔过猪肉佬啊！不过亦都有好多网民错重点，关注佢手上面嘅大鱼，话条鱼差啲。看亦都看不出条鱼哪里像吴彦祖，超正，我指条鱼。